我以為有嘢食喎，真係。係啊，你有冇嘢食啊？都有嘢食。相隔咗一年，上年呢個 Four Pond Ice Skate 咧就冇開啦，但係今年咧就有開翻啦。但係咧好似少咗一個圈咯，因為平時咧佢係會用出邊大圈，咁冇記錯嘅話。咁啊，我哋因為有我哋自家嘅 Ice Skate 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唔使俾 rental， 因為 rental 好似12蚊。這個 admission 就是6蚊，如果你有自己的鞋子那你就不用 rent。 今天他本身說他會落雨，但他又沒有落雨，我們就拍了有 free parking， 因為我們星期六日呢在這個 Beacon Hill 其實是全部都可以泊車的，所以大家如果來的話呢記得這裡是有 free parking 的 free parking。 現在等咪咪穿上他的鞋你就可以出去了。我要澄清翻，我係識溜冰嘅。你唔識咯？但係咧，我因為有一次咧喺香港咧溜冰嗰陣咧，就玩興奮得滯，就打完石膏之後咧，我而家係好驚溜冰。咁佢咧，琴日咧就喺 Dix 啊嗰間 Sport Suit 嗰度咧，就買咗對新嘅溜冰鞋，呢個64.99。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就比較傳統啲嘅溜冰鞋啦。佢呢個都係 figure skating 嚟應該。我哋依家咧已經留咗差唔多半個鐘啦，之後咪咪咧好努力，好努力咁樣，咪咪好努力咁樣嘗試緊佢嘅溜冰技術。咪咪感覺如何啊？暫時未跌，因為我有扶住你嘛，同埋今日天氣都唔係話超級凍啊，所以咧係好熱，流曬汗。我都冇戴手襪。咪咪停俾我哋睇啊！佢未跌啦，转弯啦自己。呢个就系咪咪识嘅朋友。